噔噔噔噔噔，还记得红白主机时候的回忆吗？为了救出公主，不惜一切要过关的冲劲。现在呢，在手机上可是推出了一款冲冲冲的疯狂小品，而且呢，还结合了冒险岛时候的游戏风格。赶快跟着我一起射射射，把敌人给射得东倒西歪吧！当马里奥游戏中那些方块堆积的世界，加上冒险岛中投掷武器的快感，就会出现像 Kids Trip 这种游戏。在游戏中，你可以使用脚踩踩死敌人，还可以投掷武器攻击敌人，一路上还有各种陷阱阻碍你。游戏中共有四个不同的世界，如果你有着神一般的技术的话，应该15分钟左右可以搞定这块游戏。但事实上，大多数人都得花上一些时间，因为每个尖刺、每个敌人、每个失误都代表死翘翘，所以这游戏绝对没那么容易。一旦你认为你精通了一个关卡，便可试着挑战排行榜，在尽量不接关的情况下完成任务。这可说是本作中最硬派的玩法了。游戏目前已在 iOS 上架，想挑战自我的玩家们不妨尝试看看哦。